啊，我们介绍后面会更多的关于胃的功能。所以五脏六腑的气通通出自胃，当然出自胃啊！你的胃没有东西，有食物消化才有体力嘛，有吃东西才有体力。好，现在看第卷八第十二，翻过来哈，第十二页，足阳明胃经呢，一共有45个穴道。好，这还不是最大的经，最大的经是膀胱经。好，有，那这个足阳明胃经有45个穴道，那十二经络上面第四行我们都有。好像这个立兑、内庭、陷谷、冲阳、解析三里，好，就是第四行中间的一边，这个对为景荣于经合。好，那足阳明胃经呢，再看再过来再跳四行看下中间的下面那边哈，多血多气的穴道，那个四时上午呢，好，这抱歉，陈实他写错了哈，陈实。陈实住此，好，陈实的气血呢住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他把它改一下，四时脾脏，好，主之脉，7点到9点，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在管，所以你5点到7点起来上个大号，就准备开始吃早餐了吗？哦，早餐。那胃经的这个，它是在右手的关部。哦，我们右手这边呢，这个是肺和大肠，这是脾和胃，再后来池部呢，这是肾，好，肾脏，还有我们的那个子宫包覆。好，这边呢，心这个是那个心脏和小肠，这是肝胆，好，这是肾脏和膀胱。那我们在针灸里面的时候，简单这样子告诉你就好了。我们慢慢进入《黄帝内经》的四诊心法的话，越来越详细，越来越详细，还包括我们三步九候都有哈。这个胃脉实则实，这个当然了。所谓我们的实脉就是。越按的越重，脉弹的越强，叫实脉。虚脉，你脉看起来很大，你按下去没有脉，哦，叫虚脉。简单有个观念就好了。那至于后面的啊，有些啊，什么半夏煎啊，什么生附煎生附子啊，什么的，那个都以后我们在讲《伤寒论》的时候都会有哈。那诸位可以参考就好了，参考。那我们看考证穴法，头为有没有？额角入法际，本神旁一寸五分。从神庭开始算的时候是。神庭在督脉的神庭穴，神庭后面是上心，有没有？好，上心。从神庭上开的话，4寸半，本神是好胆经的，好胆经的穴道。你从神，我们还没介绍到胆经，你从神庭开始外开4寸半，好，头为穴，那头为穴呢是足阳明和足少阳的二脉之会，好，也是进灸的，好，一般来说就头痛。歌诀呢？头为下关夹舌庭，承气四白俱疗经。好，你看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背的哈。再来呢是下关穴。下关穴怎么找？在发际这个鬓角这边，好，这边有个骨头。你嘴巴闭起来，好，你摸到这边，你突然开口，好，开口，好，闭口，开口闭口。那下关穴这个穴位呢？合口的时候，你看这边啊，这下关穴看到没有？在这边，好，下关穴。那我们病人呢？我们砸下关穴的时候，是躺下去，躺到哦，平躺到。那书上是侧卧的时候，我们直接针，嘴巴是开到的，因为你闭起来，封住了，这样放松，这样开到。这个洞有没有？闭起来就是没有了，放开一个空洞。好，那这个下关穴就是，如果下关穴你脱掉了，就是我们下巴脱臼了。有的人笑得很过分，笑得很开心的，喜得悲嘛，哇啊，下巴脱掉了，好，就拉不回来，下关脱得开来，哦，脱开来。那这个下关穴，我们下肢也可以，好，脱臼的时候我们下肢也可以，好。那主要的治症呢，就是。
中耳炎，耳朵里面化脓发炎哈，流脓出来，啊，还牙齿脱臼，牙齿好那个牙龈这个脱臼下来，啊，脱臼下来后，你把骨头对上去，对到下关穴，以下关为主，碰上去的时候哈，打上去，哦，敲上去，它就会套回去，对，好，我们以后我们有很多分伤科，有伤科的我们接骨术，好，那我们这次人际呢，我们是以这个针灸啊、伤寒金匮、好《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为主，那其他的各科其实中医各科都要知道一些。那以后我们看通的人际讲完以后，有机会给你们我们看一下那个正骨中医的正骨术，好，那个这个量也不灸的，好，因为有发头发的地方都不灸，好，那脱臼牙车牙那个牙齿脱那个下巴脱臼啦，好，耳朵流脓啦，好。还有我们有一个症状叫西医叫 TMJ， 就是好、哦、这边很痛，牙一天到晚咬东西不能咬，牙关这里很痛，下身都可以，好、哦、下身都会好。当然你要下颊下脸上的针的时候，我现在要下这边，好、哦、就可以去掉，那直接下关，这个 TMJ 效果非常好。我在那边还牙医跑来找我 TMJ， 好、哦、牙医没有办法，对、哦、要针灸。TMJ 治法是这样子，我这边下关，他就在痛的下关这里痛，你在这里痛脸上下针，对面的合谷上下针，所以先下这边再下针。那这边痛的话下两边，两边痛就两边挤下，好，那就好了。有人痛了那个好几个月，有人痛一年两年还在那边痛，咬东西都不能，吃东西都很痛，好。颊车呢？好，诸位看我这个下巴这边，颊侧，这边有个肉，你咬牙，肌肉就跳起来，肌肉就绷起来，放松，肌肉就软下去，会跳动肌肉的地方就是颊侧穴，啊，颊侧穴，啊，这个颊侧穴呢，我们治疗这个中风、口外眼斜的时候，我们很有名的穴道就是地仓透颊侧，待会我会介绍到地仓。诸位先看我这个地仓，你看哈，你看这两边有没有凸起来一块，嘴角有没有凸一点，啊、哦，凸一点起来是不是？啊、哦，这就是地仓。那你看这个凸起来一块，就可以知道，嗯，办公室是买的，地仓就是有房地产，啊、哦，没有地仓小偷，小偷没有地仓的、啊，小偷不会买房子啊，他怎么会买房子的？买房子不是等你来抓我，对不对？好，那不买房子啊，好，那我们有地仓。啊，就会去买个房子给大家做教室啊，地仓。那下针的时候，我们从地仓就是嘴角旁开五分这边，地仓透颊车一针，好、哦，直接透了里面去，面部中风用的。所以病人口外眼斜，安全区别。好，这边是这个健侧，这边是患侧，我们针健侧透过去，然后下合谷，先下合谷再透过去。好，那这个。慢慢就会回正。过去呢，面部中风的时候，那个用鳝鱼血，好，鳝鱼当场杀一条鳝鱼，那个你现在日美料理店也有啊，对不对？鳝鱼杀完以后，鳝血拿起来，鳝鱼血一涂上去好，拉起来拉力量很强，一干的时候拉扯力量很强，所以你如果歪这边的时候涂这边，硬它就鳝鱼血硬把了那个脸拉回来，所以很有名的用鳝血来拉脸。那如果你找不到鳝鱼血下针嘛，啊，外面才透过去，就是地仓要透到这个颊侧穴。这个好，所以说上面牙关不开啊，口径不语失音啊，好，面部中风都可以，好，口外眼斜都可以。好，那承泣穴，承泣四白俱疗。这个眼珠、眼睛啊，这是眉毛，好，眼睛，好，这是脸，鼻子在这边哈。眼珠下方骨头，这骨头的一边，在骨头的上面一点。我讲过，不会在骨头上面，一定是骨头的上面，不会在骨头的正上方，就是直接在骨头上面下针，而是在骨头的上方，有没有？上面这个凹进去的地方，这个叫
成器、哦、一般来说不会下针的啦、哦、你看他书上写下针的时候目乌色，不是说眼睛变黑色，而是黑眼圈好像被打一圈，家暴没有，打一圈一样、哦、如果我有家暴一定是我去申请的、哦这个啊、哦、所以这一般怎么是女人申请都是男人去申请的齁、哦、那你不要砸这边会有淤血嘛，一砸眼睛就黑了，好、哦、就原家暴，我说你看验伤证明齁、哦、这样针就会这个穴道知道我们不下针的齁、哦、那承气的承气穴齁、哦、这个承气穴呢就是足阳明阳桥齁、哦、任脉的会穴竞争齁、哦、那这个现在我们下针呢，你技术好一点下针可以，因为我们以前的针很粗嘛，墙壁上我挂了那个，你看那个针多粗，对不对？你看看扎进去淤不淤血？现在我们针很细，32毫针扎进去可以。好，一般治这个眼医。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穴道干什么呢？好，重点的诊断，这个眼珠子啊，你把它下眼袋拉起来一看，这眼珠子在这边这个瞳孔，哎呦，这个人奇怪，这个怎么的目一眼一啊，伸在这边，一直往上伸，伸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眼一从下面往上伸，我们知道是足阳明的经的问题，那眼一伸上就把眼瞳孔遮住了，就看不到了嘛，好、哦，他看不到了，好，辨证很有，那四白呢？这个眼珠子齁，这是齁、哦、眼珠子在这边，正眼瞳床子正下齁、哦、眼珠子从这个眼眶这边下来一寸的地方叫四白，而不是从眼珠子。我们丈量穴的时候是丈量而齁、哦、是让病人正视你正眼看我，从这边下来是齁、哦、这条线先找到以后，从这个眼眶下面的那个骨头算过来，这是一寸的距离。同身寸一寸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四白。好，那我们针灸上面，你们将来当医生，也头脑筋一定要灵活，不能死板板的。他说同叫病人瞳孔放正，你这样找正穴对不对？你不放正也会找得到啊正。那有人歪斜眼怎么办？他看到你的时候眼睛就斜过去，还有人斗鸡眼，啊，结果你就按照他的瞳孔在那边找，这是真的 common sense 没有？好、哦、你就眼睛的形状中间这样下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老是要去找瞳孔，他的瞳孔正好放了个斗鸡眼，或者是外偏的或外偏的，对不对？好、哦、都不对。好、哦。那人为什么会有斗鸡眼，会有外偏的一偏，就是婴儿时期爸爸妈妈不懂。好、哦、小朋友在睡觉，只要小孩子小 baby 在睡觉。结果呢马路上临马路那个窗户开到那个灯很亮。那小朋友晚上起来，小朋友起来很乖的小朋友都不吵不闹啊，对不对？爸妈在睡觉，小朋友就躺在床上，那个脖子很软，没有力气嘛，哈、哦，啊，眼珠子就看，他会找光嘛，很好奇嘛，这是什么世界？先看看，对不对？那眼睛就对着光去看，那看久了眼睛就偏一边嘛。所以我临床上一看这小孩子眼睛歪的，眼珠子歪的，我就跟他妈说，右边是窗户，对不对？哎，你怎么知道？不是我躲在你家天花板上每天监视你啊，就知道你是笨妈妈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啊，因为你灯从外面来啊，那我就想要把窗户关起来，外面灯不能进来。一种还有灯是架在上面的很近，对不对？小灯在那边开到，那小朋友讨论这个变成斗鸡眼了啊，那歪左边歪右边。那我现在我说你回去怎么调整，很简单，小 baby 嘛，很简单，你点两个灯好，那对面你要调整它不能黑的嘛，对不对？两个小灯在里面看，那他起来一起来，他不晓得看哪一个，整了。对啊，就不用下针什么的，知道方向，这个是妈妈带小孩带错了嘛？啊、哦，我们很多带小孩的哈、哦，虽然没有带过，但就这个 common sense 嘛，哈、哦。好，那这些眼睛附近的穴道都是治疗内眼啊、眼睛的问题哈、哦、内衣啊这种问题，好。有更好的穴道，所以我们这里是提一下。好，我们有睛明啊，很多穴道都很好的。再来呢，是巨髎承气四白巨髎。这条线呢，
直直下来，意思跟这是你的水沟啊，对端跟水沟是平齐的，好、啊，正好是水沟这边。那这个巨髎穴呢，是手阳明足阳明阳跷脉的会穴，好、啊。一般这个在正好在我们颧骨的下方，好接近我们颧骨的下方这边，那里面有动脉，你下针也不用下太深，可以下针，可以下针。那病人有时候这里麻痛，拔完牙以后很痛，我们在这里下针，好效果就很好。好，那我用的最多就是牙痛，好，还有人局部的哦，这个肌肉这里也这个肌肉麻痹，你这边下一针，对面的好那个穴道上再下。那地仓穴我刚刚介绍过了，地仓穴呢是手阳明足阳明阳跷脉的会穴啊、哦，就在地仓，就在嘴角旁边。我们有天仓跟地仓，你看这眉毛旁边这个地方，这个角叫天仓，天仓这个地方叫天仓，好、哦、天仓，那这下面叫地仓。有人天仓凹下去，整个凹下去完全没有天仓，啊、哦，有人地仓凹下去，天仓就是没有的话。有几种解释，一种是你主业没有啊、哦，还有身体很差的时候，天仓会凹陷下去，啊、哦，那地仓没有了也是，啊、哦，这个小偷啊，哦，那其身体倒是，因这个在身体上面来说的话，胃气不够的话，这个胃经上的气会啊、哦、消掉，那胃经在脸上面走，线直接走下来，头为下关夹车，对不对？走下来。承气四白巨髎的走啊，所以脸部这边都是胃经，都是属于足阳明胃经，所以很多小这个年轻的男女呢，生青春痘了以后，你看都在胃经上面，啊、哦，就是胃火很热，所以很大。如果那个年轻人吃的很凶啊，吃的半边人那么瘦，哦，就是胃气很旺，他一直在长嘛，胃气很大，所以他的那个上面的痘子会比较多，然后再加上通宵熬夜。然后小孩子的晚上哈，十七八岁的小孩子，那电话好像国际台那个接线声一样，打电话是不停的。我们这是过来人，对不对？半夜的时候打电话最好跟所有同学讲哈，打这个，然后又吃花生，一边吃花生呢一边打，好油炸的又吃，对不对？些咸酥鸡啊等，好就这样又在熬夜打电话，好了，痘子就长出来了，好在胃经上面。那再来呢？大营呢，在我们的下寒这个地方，刚好在啊、哦、地仓夹车中间的大营。大营穴在骨头这个上方，再往下才是人营。好、哦，所以看那个，我故意反过来，那黄线，因为黄色代表脾胃，黄线的部分讲的就是好、哦、胃经。你看头为下关夹车有没有从这边下来，然后承气四白巨髎。然后这大营会在这个地方，好。那大营再下来是人营，这些穴道我们你知道就好了，很少用。人营有个人营脉，好。那我们这一条大经的地方呢，最上方就是人营，中间就是水突，再下来是气色。那这几个穴道，我用的时候水突穴上有用，我们在治疗天阴穴上，在接近那个，我们在治疗这个叫做累痢，好，就是甲状腺肿大。好，我们直接在这边下针。下这个针的时候，手就摸到这个，比如说我这边下针，这个手把这个那个颈的大筋抓住，好按进去，不要碰到这个大里面的血管，针就直接顺着指甲缝进去，好流开了，直接扎五分进去。那在治疗甲状腺肿非常好，非常好。那这个人营呢，我们很少下针，但是我们摸脉，人营脉在这边。人营脉有的话，胃气就有，啊、哦，人营胃气有就是病人不会死，啊、哦。那这几个穴道呢，你即使你不会用也没有关系，但是位置你要知道，好。再来呢，缺盆，缺盆穴呢，在我们。这个琵琶骨锁骨这个地方哈，这个正中央一个弧度弯的正中间的地方，这个穴道你也要知道而已，不可能会下的哈。这个穴道你深针下去就会砸到肺上面去，好引起肺气肿，
好，要知道这个叫缺盆穴。好，那这个缺盆穴呢，再下来呢就叫做气户。好，好，我们叫气户库旁乌衣唇阴窗五中年乳根，气户跟缺盆呢隔了一个骨头，一个胸的肋骨，跳个骨头下来，就是所谓的气户。好，再来是库房，这两个，这个阳明足阳明胃经顺着这个大颈大静脉的内侧下来以后，转到这边来，这边呢离中堂就是所谓的任脉，相距是四寸的距离，这一段相距四寸。好，到了五根以后缩进来，这一段后面呢相距是两寸。好，这边是四寸的距离。好，那这是乳中，你可以从乳中一路往上看，这是从正上方，从乳中一路到我们的缺盆的地方，就是足阳明胃经经过的地方，啊，足阳明胃经经过的地方一路下来，那好，这个气户库房乌衣唇乌阴窗乳中眼乳根，就是每隔一个肋骨，每跳一个肋骨，啊，按它跳个肋骨就是，那这个男人比较好找，啊，女人的话比较麻烦啦，都啊，那你老师他摸不到肋骨，有的是。不用摸就看得到，那平很平，那体质不一样啊。好，那你有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做，好让它比较大一点。那我们这边暂时就是以男的为主啊。你即使不会下这也没关系，好，那你在一定是进取穴，一定是乳房的问题嘛。平常你不会去下到那边去嘛，一定是乳房里面有好有这个奶水排不出来啊，或者是这个里面有硬块。好，那男人就很简单，一个乐一个乐一个乐乐的尖。如果你要下针的时候，不是直下，好，针是斜刺，好，这是你的针，这是乳头一直到缺盆。下针的时候是，这是胃经的穴道，下针是在前五分的地方斜刺进去，而不是直刺。这个斜刺，这边是这个斜刺，因为在肋骨的中间，所以是这样子刺。那我们用途最多，好，这个阴窗乌衣，这个是我们就是治疗乳房硬块的地方，乳根有硬房，乳房硬块的地方。那在书上写，男人呢，就你从乳中下来就乳根，对不对？但是女人如果乳房比较大的时候没有关系，你不要按照那个尺寸去找，永远找不到乳根。但是乳房的下方就是乳根嘛，你知道我意思吧？啊，在下方这地方，好。那这个里面呢，我们要了解几个东西。好，你看阴窗乳都有那个讲那个什么乳痈寒热有没有？那乳中穴呢？诸位看中间哈，乳那个乳中，这个乳中呢，叫进针也进灸。好，那素问说，这个你如果上面针下去的话，如果化脓的话，好化很容易发很容易化脓的哈，不容易收口。那朱丹溪呢，是乳房开。乳房阳明胃经所过，好，那乳头的地方呢是肝经经过。这个乳房哈，乳头的下方，如果说我们以，我想这样怎么画哈，站到哈，女人站到这乳房这样子，这是肩膀，好，肩膀在这边，女人的肩膀。那乳头这边呢，它的条肝经再落在直接落在肝经上面，好，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这个资料，好。所以乳房呢，你现在学到足阳明胃经经过它，足厥阴肝经呢也经过它，然后滋落从这边乳头那边一直落到肝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的乳癌切了啊，怎么移转肝癌啊，还有移转肺癌都会移转的啊，好，就因为有络会到它，因为都里面身体里面都是相通的，哦，那。诸位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讲这一段整段的乳中穴后整段讲的就是乳炎的发病的过程，哦，乳炎的乳癌啊，现在的乳癌发病的过程，他来讲呢，这个妈妈呢喂母乳喂小孩，那在喂母乳中间呢跟先生吵架，或者是婆媳之间吵架，好，姑嫂之间吵架，好，让心情未足，好，会造成奶水淤积在里面，好，那这奶水淤积住，奶水不出，
好，待在里面待久了，日久以后变成岩块。那如果变成硬块在里面的时候，十几年以后才死掉。你看上面写十数年而亡，好，所有的古书的记载都是十几年而死。好，那我因为我看了很多，但是就是我没有去记录哪一本书写哪一本书，因为每一本书都记载过去的案例都是十数年。那以我平均估算的，差不多在平均来说是14年。像这个写的是十数年，有的人直接写16年，有的人直接写12年、14年这样写，平均起来是在14年的寿命。好，那也就是说，不治，没有治疗，可以活十几年。给西医去治疗，十年没有乳房，十年就死掉。你都要把你拿掉了，做没有乳房了，然后做化疗，是存活率。西医的存活率就是你只能活十年了。他不能说你帮我帮你做了以后，你给我自己你只能活十年，他不能这样讲，讲了这样讲就没人来了，所以他们编了一个很妙的名词，存活率。但我们没有讲治愈什么，就是存活率。好，意思就是告诉你，你给我治疗只能活十年吗？好，那在这边呢提到了，好，如在一旦已经成为不可治矣，看到没有？记得哦，这不可治的，这是针灸。好，针灸，针灸的书，针医呢说没办法治了。好，我们还有药医嘛，哈，还有伤寒金匮在后面撑到啊。那乳中穴呢？如果初次喂母乳的孕妇呢，这个奶水很胀，就小孩子吸不出来。好，吸不出来，那因为初次喂母乳，那个，好，那奶排不出来。那过去的大陆的中医呢，就叫他拿那个葱头，那个葱白哈，它切下来有尾巴嘛，一个白的这样切一段下来，然后先用那个葱白的地方把乳头涂一下，因为葱白会发那个辛辣发散，涂一下以后把它反过来，就葱的尾巴毛毛的，一刺激它奶水就出来了，这是最传统的方式，效果很好。那你记得啊，奶水出来的话，把擦一擦再喂小孩。不然小孩子吃到不是奶是葱，辣死了！这哎呀，这一开始就哭，对，他就不敢不要吃那个奶，这吃的根本不是奶，对吧？好，好，那这个是很简单而且很自然的方法，好，不多了，一般都会排出来。好，过去呢，我们用盐这个字，盐就是很硬嘛。硬如石，哦，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乳癌就是这样子啊，硬邦邦的。然后到了13年、14年以后，你可以看中间破个洞，会不断的流脓出来，好，流很臭很臭。好，如果他在这个教室待20分钟，我跟你讲，3天我们想办法去，还是可以闻到那个臭味，就那么臭。好，肿了很大。哎，病人不痛啊，都不痛。那到后期的，按照中医的医书记载，可以看到深可见骨，可以看到肋骨，还是流那黑的脓血，哇，很臭。啊，我被臭过很多次啊。啊，我们的诊所里面，我最了解，一闻啊，乳癌。哦，我们望闻问切嘛，乳癌。所以很多是经验，我怎么形容呢？那臭味怎么形容呢？就是。腐烂烂掉了尸体啊，好，那个动物的尸体烂掉了，好，动物的尸体烂掉，但不能两年都干掉了没有味道，你要烂掉了这两个礼拜嘛，腐烂了上面很多蛆，你去闻那个味道，啊，就那味道，好，那这个是最早我们中医的炎症，好，从宋朝开始就有这种记载了，好，那再来呢是乳根。好，一般来说，阴疮、乳中穴不下针，那乳根好上下乳阴疮跟乳根，我们都可以下针来治疗乳房硬块用的，好硬块用的。如果说我们下针在阴疮跟乳中，就乳根可以让。